实测家里扫地机器人小米，看他工作做得怎么样。但是我妈妈现在在煮饭，她进去抽一脚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测试这一台扫地机器人，给它扫一个1到2分钟，看一下效果如何。这一台扫地机器人是小米第一代，它目前的售价是新台币10000块以内有找，大概是7000多。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自己屏蔽，很聪明的。噪音也还可以，不会特别的大声。跟头发给它扫，看它吸的怎么样。它吸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注意。在吸的过程要保持地面干燥，不能湿湿的，不然的话会影响扫地机器人的寿命。哎，他怎么都扫只那个那个，只扫这一区哦。然后去找别的地方的意思吗？有点累，有点累。